那我确实没有啊，那我去告谁、啊？要不你多给点压，我陪着你，咱俩就给他告了。玩儿呢？那个验证时候拍个视频吧，不拍验证。来来，加个这。现在多少公里？68000。我18年10月份全的，19年1月份上班的。过了几次活还是一手？过一回户，那外商过给我。现在是全款是？这全款，外商自然没法分期。车其实没啥看。你看他后尾门写了我钣金，你点吧。你看后尾门没有钣金，门都没换。这记录是谁查了？我查了，我花钱查了。你看，这不我没修复出来完，修了一点儿，还有点糊涂。他鸡巴4S店给我盯了他妈后尾门钣金，那不是钣金，他得给你理赔了。那我确实没有啊，那我去告谁啊？要不你多给点压，我陪着你，咱俩去给他告。后尾灯换了，后尾灯换了，这塑料件嘛，塑料件换过。你问人家给多少钱？说实话啊，我说实话，我肯定想130多点，估计那也说不成，咱俩看的。这车安徽卖多少？肯定要过130，我觉得要卖。过不了。真大了，花100多万，不挣个5-6万块钱，你没有这么高的行情。要我先给你出点钱吧，肯定是不上125，不上125。对，就是正儿八经的打钱了。你把手机给我，里边都能给你打上这钱。反正你问了实打实打钱了是多少？那你实打实打钱，我跟你说得看车。你光想是？我跟你说实打实打钱得看车呀，我也没问。看过没？没有，叫你比我看。第一个看一点都不沾光，姐不吃亏。第一个看嘛，都卖不走。不是我卖东西讲理啊，我不跟那儿胡说。差不多，让开走吧哥。差不多了，价得差不多，你得过125加点儿，往上加点儿。我说你不中少，你这样你可以少给我点钱吗？咱写个合同，你少压点资金，你多加点儿。我就给你打10万，这剩余了我也跑不了，也得还得是你了。我得肯定要过125往上走。俺这车，先给你看看那个，就是跑一下。骗你是小狗哥，俺买这车，俺最多的时候一辆车赔了是30多万，但是挣的话跟你说没有超过过5万块钱过。我太难了。那你就说多少钱能开走今天？128的，过了多。你要少给我点钱弄的，你这也不中。报道完还没有你了哥。我跟你说哥，有啥说啥，125咱俩还有一谈，到底吧买回去试试，因为也可长时间也没买这种车了。不是这东西我给家也看过家，确实看过家，说两句话，你家也正常，我台也正常，我上午的理想都是130多考上。你看哥，如果中的话我都合计合计，如果要128的话没必要合计，合计不正。你说125会坚持几天啊？可以坚持一星期不会。那现在还得合计，不是说坚持几天。123心里家来了，临时给你加2万，这车然后感觉是贵配，也挣不多，能要别人跑过来说说，也不想跑工的。今天我给你打电话，你说咱看着差不多，能叫车不能？我没有啊，我没说好了。对，你说没说好了，你这一句话打击了我，都不想来了，有堵车。不是，我回家吃个饭多好了。不是，因为这车它错一点东西，它有它加个错的多，而且我也不是用钱，我车15个月开了7000公里，不咋开现在。客气客气，是吧？